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不行，好吧。闭眼睛。来。哇，你眼睛都睁开了。嗯。可以了吧，家人们。Nice。心情不好吗？嗯，对，怀孕生气还在那里。你老惹我生气，怎么那么红啊？怎么那么红啊？我惹你生气了吗？那些黑粉惹你生气的好吧？不是我惹你生气。你们都惹我生气了。你要不要跳屏吗？那你就安安静静的吧。他不提我的话，知道我家人们。晚上我叫他12点之前就睡觉，他要搞到2-3点才睡觉，你说我生不生气吗？我等你的嘛。啊？我等你的嘛。你睡觉等我干什么？你睡觉？那你在旁边玩手机，我也想玩手机的嘛。因为他也忙嘛，忙工作嘛。我们两个先不头发吧，先不头发。什么？你在想些什么？在想些什么？我说你老玩手机，我也想玩手机。我一闭上眼睛，我就想起了你还在旁边玩手机，我想看你在看什么。我睡沙发好吧，我睡沙发。你睡厕所吧。我的天哪，你这情绪压不住吗？我睡厕所。他说叫我睡厕所，家人们，这哪有这样子的呀，对不对？那你打地铺吧。那也不行啊。你就那么想睡沙发吗？我睡厕所，我睡厕所，家人们。厕所是哪里？一般孕妇是12点之前是必须要睡觉的，但是她一般都要玩手机。啊、哦，有时候打游戏搞到1-2点，知道吧？但是我白天睡觉12点，然后吃完饭之后我又继续睡了。然后他现在盖在我头上，然后我睡醒之后又该睡觉了。他现在不是吧？我睡完午觉之后我睡醒了，然后吃了饭，然后又该睡觉了呀。来，直播间33000人，马上40000人了，咱们打一波差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。所有人叫你们两个一起睡。不要分床睡，要非常睡。还没到40000，只有3万多。什么40000？还没到40000。别气啊！3万4000人了。别气，只有34000人。只有3000几人，3万多人，然后。他说，我说飞船睡，他说非要一起睡，结果呢，他要睡什么？是谁在拿个枕头过来睡的？你把我枕不会了是吗？我拿个枕头过来。我说飞开睡，他说他一个人睡有点害怕，所以然后呢，现在晚上不睡觉，玩手机，玩到1-2点、2-3点才睡，然后他就现在怪我在旁边玩手机，要不你从今天以后我就睡厕所了，好吧？我睡沙发也可以，但是你不要来拉我嘛，好吧？我没有拉你啊。然后你把你的手机没收了，你就12点就必须睡觉。那我就画画了，只有画画了。大晚上的你画画干嘛？画画。那我睡不着呀、啊。你把我画出来嘛，画得出来吗？有点难度。你把我画出来就可以了。孕妇是不能一直玩手机的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不能一直玩手机的，但是他老玩手机，知道吧？又不听话，卡都卡不掉，把手机卡掉了，他又这样子找手机，知道吧？我有电吗？手机在哪里啊？来，我看一下，这样子的。昨天你们也看到了，是不是直播的时候，我把手机藏起来了，他老是找手机，手机在哪里？我就打一把就，像那个毒瘾发了一样的，打那个游戏就。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那孕妇怎么能一直玩手机嘛？这个对眼睛不好，对吧？熬夜这怎么行啊？然后他怪在我头上来，现在怪到我在他旁边玩手机。那你睡你的呀，对不对？你们怪我头上干什么呀？是不是？
你们说阿伟说的对不对？来直播间3800人了，马上4000人了，咱们打一包上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。听到没有？那你玩手机时候，我也想玩手机啊。要对孩子负责任，你自己的时候想怎么玩，我都已经把眼睛闭上了，我都准备做梦了。然后我听到你呵呵呵的笑声音，然后我什么时候笑了？我的天！然后我也想去看一下你在看什么，在笑什么。然后有的时候你要看那个电视，你刷到电视你要停一下嘛。那我本来就喜欢看电视，那我肯定又睡不着呀。你们两个人好像小朋友吵架了。你们真的是，这个私人的生活都到处分享了。那叔叔阿姨都很开心，看着你们的生活。麻烦了，家人们麻烦了。好吧。这样子就麻烦了，真的麻烦。茶吧，专门喝茶。喝茶喝咖啡喝酒。不好搞，不好搞，是麻烦。不能以小二妹睡觉，她自己不睡的嘛，家人们，她自己不睡的嘛，我也没有影响她呀，对宝宝不好，对啊，要睡在一起，不能玩手机啊。你们说来告诉二妹，你们说，不能玩手机的扣个一，可以玩手机的扣个二，告诉二妹。不然他不听我的话呀，他不听话这个就麻烦了，这个就不好报了。这个杯子是漏的。啊，你这杯子好像是漏的。管他呢，放在那里。你看都是扣一的，你以后要注意一点。太老挂上去挂上来了，这扣子扣不上去。如果以后12点以后你还在玩手机，还在那个不睡觉的话，那12点的时候我饿了怎么办？哪有12点饿了的嘛？是。那饿呀，我晚上也饿呀。我前天晚上我跟他说，我说我饿了，我们俩去吃烧烤吧。他说不能吃烧烤的，睡觉了。我下次买个这么大的一个馒头。趴在床头上哦，然后你饿了就咬一口，然后继续睡觉，好吧？那我就天天睡觉吗？不是天天睡觉，你晚上该睡的时候就睡啊。你熬夜是对身体不好的，对不对？你看都是扣一的，直播间3700人，马上4000人，让他们打包上人分享一下粉丝群，谢谢。我今天这个发型跟侏儒华一样的，刘德华一样的。那你到底是在夸你自己还是在贬低你自己？我这不要大爸爸了吗？这不所以发型要搞成熟一点嘛，是吧？不能跟之前一样像精神小伙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继续点赞，谢谢。我给你抠出来了。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手机没电了。谢谢我们福哥啊，威武霸气的我福哥，祝你在2024年一路长虹，感谢你送了的小这个新礼物啊，谢谢，祝你在2024年一路长虹，从年头活到年尾啊。他之前做的是你从年头活到年尾。不是啊，煮点鸡蛋是吧？他不爱吃鸡蛋呀，家人们，这个就麻烦了。他不爱吃鸡蛋，吃的方面也不好那个。有时候该吃什么他不喜欢吃呀，然后不该吃的他又喜欢吃。喝奶粉。喝奶粉吃鸡蛋，我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喝奶粉，我感觉有股婴儿的味道。那不是有个羊驼奶吗？那个羊驼奶没有呀。羊驼奶没有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一个月都开始了。几个月啊？这个他也不知道几个月啊，这个管他几个月，反正该生就生下来就行了。每天一个蛋。每天吃一个大，知道吧？昨天他们让你去买鸽子蛋，让你去买鹌鹑蛋。
安全带，你骑我一个就安全带就买了。哎，你啊，你要亲我，那么光明正大的你要亲我呀？家人们，让他骑我一下这里，他说买什么就给他买什么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对啊，那老的老夫老妻了，不骑一下那怎么行啊？对不对？你都不骑我，昨天才洗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让我问你，你怎么回事儿？你舔了吧，那就。这露嘴，嘴巴是露出的，那是。老师搞的裤子是干什么呀？家人们，你看，又搞的这么一，昨天才搞了，然后洗了，今天又搞这么，是露嘴巴吗？这看着一点吧。没事，往里面放，你就点就放了。装在这个桌子，你一骂我，我就醉了。我也是醉了，家人们。他露嘴巴，昨天你们也看到了，昨天直播的时候。昨天他不是答应我要给我洗衣服吗？结果是我自己洗的。小学生吵架。那你怎么有一个很长的毛？昨天你们也知道，昨天直播的时候才弄了一身裤衣服上，现在又搞上了，我的天哪！你这个一天洗一次吧，你这个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个凉的。人才真的是个人才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这样。虽然我有失落，来直播间3900人，马上4000人，咱们来打一波杀人分享向粉丝学习，谢谢。大家晚上好。有时候我跟你们讲，有时候我不想惹他生气，知道吧？因为生气了对宝宝不好，知道吧？我不给他面子，也要给宝宝面子，知道吧？所以现在他是老大，没有办法，不能喝茶。他没有喝茶，你没有喝茶吧？好像是茶啊，玫瑰花，玫瑰茶吗？玫瑰花，玫瑰红茶可以喝吧，家人们？他们喝的是这个，我们喝的是玫瑰红茶了。这个，他们喝的是这个玫瑰红茶，我喝的是咖啡。你就不能喝点？那别的就只有八加一了啊！被关了，小五哥，他说别的就只有八加一了，难不成你要喝点八加一吗？真的，我刚刚他有两个单了，我看了另外一个，小尼看的那个，小尼看的那个全是糖，我看的那个全是酒。八加一，全是八加一。你想喝点八加一吗？那？然后我说了一句，我说要不我来一杯今夜不回家吧。什么？你想来一杯什么？今夜不回家。这是不是没电了？这个充电宝。没电了。哇，不是抽满了吗？怎么？需要少个充电宝。充满了，坏的。是不是坏了这个？没电了这个。这个也没电了，这个的话插不了吧？这个，这样晚上给弄个充电宝。问一下有没有充电宝也插不了这个。充电宝它没有，它充电宝旁边好像有那个接口。虽然我有，小姑娘什么都不懂，对啊，她什么都不懂，人生第一次出来会啊，什么都不懂，所以麻烦的很。出了她又不提，有时候。不该吃的不该喝的他又不听，晚上又不睡觉，你说怎么搞嘛？我真的很累啊。晚上女孩子她怀孕了，一般12点之前就要睡觉了，就在睡觉她也不睡觉，抱着手机玩。哎，有没有充电宝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家人们晚上好，来打包杀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。对，晚上好。
晚上好。不行吗？这个？哎，这个换了吗？刚刚看还有99%的电，现在都不行。应该是坏了。是。这个可以插吧？这个，看一下。小五哥插在哪里？别出了，这个没用。这个插不了吧？嗯，这个充电板它没有线，你这个插可以。插不了。插到了，插没。仔细点赞，谢谢二妹。嗯。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？什么事呢？你以后能不能12点之前睡觉？从今天开始。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事情？什么事情？我11点这工作都还没忙完，我11点就睡觉。你睡你的呀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难不成我不睡？那我去跳河，你也要去跳河吗？这个我肯定不会啊。这个你肯定不会啊。嗯。那你能不能12点之前睡觉？啊？睡不着的吗？啊？睡不着的吗？睡不着。睡不着也得睡啊，对不对啊？睡不着也得睡啊。你以后白天我不睡觉的话，我没有精神。我吃完饭我就又困了。阿妹有福气啊！阿妹有福气，我看这样子。你以后每天12点之前睡觉，你每天12点之前睡，12点不要超过12点睡觉，好吧？然后每天吃个鸡蛋，好吧？然后晚上要吃点萝卜炖鸡，萝卜炖鸡啊？不行啊？为什么不行啊？啊？我要揍你了，等一下，行不行？那你碰我一下，我就去医院。他不听我的话啊、哦！他不听话，这个就有点麻烦了，有点不好搞了。那你要对我的宝宝负责任呀，知道了吧？听明白了吗？啊，他不提我的话，这个就有点麻烦，知道吧？那我晚上睡不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明天给你买个502，把这个眼睛扎住，这样子睡不着也得睡。怎么了？有个狮子吗？啊？那不是盐水的啥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有个狮子、啊、不是有个虫子啊、哎、这肯定是虫子吗？我看一下，是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不是狮子，怎么可能？吓我一跳的，我以为怎么可能？你在哪里找的？在我头上吗？没有。我一天洗一次头的，怎么可能有狮子吗？我的天哪！你要没有，我刚刚用手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出去，就给你抠，感觉这样。那、这个刚刚这个是哪里来的？你在桌子上看的。桌子上有狮子啊！哪里你俩没这么夸张？家人们，他在我头上这抠了个狮子出来，我的天哪！我这一天洗一次头的，怎么可能还有狮子吗？哎呀，怎么我的脸那么红啊？今天？因为你今天没睡好吗？也不能喝茶，也不能吃奶油了。天哪，没有这么精致吧？家人们，你们帮我跟二妹说一下好不好？我跟她说不脱啊，简直就是说不脱啊，知道吧？不吃奶油也不能吃。让她早点睡，她也不听；让她吃个鸡蛋，她也不吃。我每天买100斤给你煮在那儿嘛，你一天给我吃一个嘛，行不行？啊？好的，再买20斤辣椒。什么？
意思再买二十斤辣椒干什么啊？站着吃啊？站着吃。他说叫我煮一百个鸡蛋，然后买二十斤辣椒，他要炸着吃，拿鸡蛋炸着辣椒吃。什么鬼？你脑壳装的是屎吗你啊？你咋可能这样子说嘛？你脑壳装的是屎啊你？那鸡蛋不吃不蘸辣椒蘸什么？哪有鸡蛋蘸辣椒的嘛？家人们见过没有？没有见过吗？孕妇可以吃辣椒吗？啊？来给家人们说一下，你这再点一下头。孕妇可以吃辣椒吗？啊？我的天哪，你这个人，他这个动作个表情，你再跟我说一下，衣服可以吃辣椒吗？啊？啊？肯定可以啊！啊？肯定可以。我吃了。你脑壳装的是屎吗你啊？我吃了。你咋泼了一身子水嘞？我在那个没有上说了，他说可以吃啊。可以吃。但是要少吃啊。家人们怀孕了可以吃辣椒吗？我想喂，他说可以吃，你们说可以吃吗？他老是搞个蘸水油吃辣椒。你是混搭可以吃，孕期可以辣椒、辣子、辣椒、黑椒、红椒、辣椒，孕期可以吃，能吃，孕期能吃。如果一直有吃辣的习惯，孕期也可以适量食用，但肠胃敏感者或要少吃。哎呀，烦死了，不想看。来直播间4300人，马上5000人了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怀孕了可以吃辣椒吗？你们说不好吃，这个要怀孕了，这不搞笑吗？这不可以吃啊？可以吃啊，吃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懂不懂啊？一点点，新鲜辣椒含有较为丰富的。我来看你跟粉丝们说一下，我来看，有什么好看的吗？等一下。那个粉丝们聊两句嘛，我那你看什么？不要管我看什么。吃的没有这么精细啊，哪里有大家说的那么精细嘛？对，我现在吃的不多呀，我吃的也不多。对，你们啥的不让二妹吃，那她吃啥？喝白稀饭？可以吃的嘛？我电话来了。可以吃一点的，吃葡萄。今天小宁给我买的。人家说的是只能吃一点点，一点点。那我吃的就是一点点啊。人家说的只能吃一点，他吃这么多。家人们，没法过了这个日子，我要气死了。他现在是孕妇的状态。那我说我不该干的他全干了。我说我想吃鱼头，然后他就带我去吃了美蛙鱼头，然后我放了好多小米辣，又麻又辣，我做梦都还在吃呢。人家是有其他的，你非要搞猴汤的，你们怪我喽。牛蛙可以吃吧，家人们？牛蛙怀孕了，孕妇牛蛙可以吃吗？这次孩子出生时候红红的，什么玩意儿红红的？小孩到时候给你噎的能吃辣的，他是能吃辣的，家人们。他能吃辣的。我特别能吃的，我以前没有怀宝宝的时候，我喜欢吃那种鬼椒面。鬼椒面。火鸡面都算了。他吃鬼椒面，家人们，你们说这个人？我跟你说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以前你是单身。这种，这个粉的是爆辣的。以前是你一个人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你要注意一点美食，知道吧？注意一点美食。那你要跟着我一起吃啊。我跟你一起吃啊。
你要看什么嘛？这是女的。你不要看啊！你要吃那些该吃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不要乱吃，知道吧？不要该吃不该吃的都吃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因为以前我们吃辣椒，不能吃啥，就是不能生气了吧？直播间4400人，马上5000人了，家人们没有关注阿伟的关注一下啊，给主播点个关注，谢谢。但是没有，对，我们要对宝宝负责任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也不是小孩子了，对吧？你看也20出头了，我也都要30了。鸭肉我没吃，我不吃肉的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嘛？是不是？他怎么可以这样不听话嘛？他怎么可以这样不听话嘛？你要不找个保姆营养餐安排？要不找个保姆吧？对，营养餐安排嘛，我们又不懂。但我现在没钱也保姆。我们努力给你挣嘛。我现在没钱也养个保姆，家人们，但是他这个又不听话，又不注意美食。蚊子，哇，在这里咬死我。有蚊子吗？嗯。都吃什么？都吃鱼吗？想吃什么就吃啊，你们不要带坏他喽。他这个小姑娘不懂事儿，婆婆来做，我妈她没时间做呢，因为我们家这么大，你要肯定要有些东西她要管理的。可以吃鱼的是吧？可以吃的，听到没有？可以吃鱼可以吃啊，鱼可以吃啊。来，直播间4500人，没有关注阿伟的关注一下，谢谢。没有关注阿伟的关注一下，对，可以吃鱼。鱼是可以吃，鱼本来就好吃。鱼肉肯定是要多吃的。都吃鱼肉，然后多吃点清淡的，知道吧？想吃，你看想吃什么都可以。医生说不用吃。你不用吃夜场，楼下可以吃吧？楼下也不能吃吧？楼下不能吃吧，家人们？那宝宝长得像我的话，那还好；长得像他的话，不好。你想要个儿还是想要个女？啊？想要个儿，想要个小。我不管什么都想要啊，不管男的女的我都想要。家人们，我对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界外啊，不管是男孩女孩，我觉得都是好。没有这个。难做。我爸爸决定。你看他小伟他很乖吗？看他的不行啊。长得像他的话，我就跟他说。别说话。什么叫长得像我就？好，小伟的五官还双眼皮了吗？是双眼皮，你看他。不要说话，听到没有？你照过来。你在直播还是在你那那干嘛嘛？喝都喝完了。喝水吗？喝水吗？喝杯水。喝茶吗？啊？喝茶吗？不喝了，喝点白开水。喝这个吧。你喝我的吗？你要不尝一下这个？我给你尝一下这个吧，这个。不要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多吃龙眼，龙眼是什么？龙眼哦，今天我买的那个。啊？那个水果那是荔枝。对，龙眼是。龙眼不能吃，龙眼就是桂圆，不能吃。那个吃了就流产了。吃双胞胎是吧？多吃一点葡萄，今天买的那个葡萄可以多吃一点，明年。谢谢点赞，谢谢，谢谢家人们的关心啊、哦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关心。上的。谢谢你们的关系啊、哦！谢谢你们。我那天吃橙子，流鼻血。好吗？吃橙子流鼻血啊！别说这个会说话的。这样你跟别人聊你不行的。你不能听我的话，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压力有点大。生活、工作压力大，生活压力大，知道吧？你要听话，阿伟哥才会爱你。
不听话的话不好的，知道吧？啊，衣服不能吃柜员，对，衣服不能吃柜员的，这个我都知道。谢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动文字。你买你宝鸡蛋也十八块，买买你买你这家好一点。下面没有关注主播的给主播点个关注啊，主播点个，其实二妹我们两个一路走来也是挺不容易的，风风雨雨点点滴滴啊，还是有山有水，挺不容易的，但是呢我觉得是缘分吧，缘分可能让我慢点，缘分可能让我们才现在才开始啊，才开始，我们的人生刚刚开始，还没有到头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对二妹好好说话，听到没有？拼搏姐姐都说了。拼搏姐姐都说了。嗯。对二妹好好说话是吧？嗯。那你也要听话嘛，对吧？我是为你好的嘛。那你不睡我也睡不着啊。你不听话，你不听话我就那个的嘛。哎呀，肚子。吃错了，肚子也痛，都拉肚子了。他就这一脚，这一脚的，哎呀，我瘦了，左手的时候在打嗝，不像你。我们的生活的山，要不找你王生多聊聊天？我下播了吧？谢谢我们的拼搏姐姐啊，拼搏姐姐送来的礼物，谢谢。谢谢你的大力支持啊，谢谢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你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家人们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，然后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赞赞点一下，辛苦了啊！双赞给我搂一包吧，好不好？双赞给我搂一包，来，三二一，来，双赞这么搂一下啊！来，开始了，这样子敲一下，双赞点一下，好吧？点被双赞出来，五百个人同时点赞就有双赞出来了。对，就这么点。点个双赞出来，好不好？让二妹，让二妹骑我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让二妹骑我一下，这才是真爱嘛。嘴巴说的再好听也没用嘛，是不是？可以吧？你们说可不可以？让二妹骑我一下，这里可不可以？就不要骑着你哦，骑着你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话扣个一，来，家人们。可以的话扣个一。对，扣个一。真的点了20万，踢一个。扣个一，我让二妹骑我一下阵营，好吧？扣一的有500个人，就让二妹骑我一下，对不对？不然我感觉不到她对我的真爱啊，感觉不到她对我的真爱啊、哦。虽然昨天叫老姑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差一点，差一点感觉哦，差一点意思哦。可不可以？对，全皮给我扣一，好吧？全皮给我扣一，然后让二妹骑我一下，不然我觉得差点意思啊。我骑你，那我还有骑你吗？我都已经爱你了，我还有骑你吗？就是你爱我爱的还不够明显，所以就需要亲一下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爱我爱的还是不够明显。谢谢我们的福哥送来的礼物，谢谢谢谢，家人们给威武霸气的福哥点点关注啊，谢谢谢谢梅姐啊，谢谢梅姐送来的墨镜，谢谢
谢谢谢谢梅姐啊，谢谢。变黄了，看谁能洗得掉。哇，谢谢我们的芝芝姐送来的礼物，谢谢，是画图，谢谢谢谢。家人们，给送礼物的点点关注啊，对，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对，咱们打一波杀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，然后人气达到4000的时候，让二妹亲我一下，好吧？全皮给我扣一来。我看不到他呢，他对我的真爱啊、哦，就挂嘴巴上说也不行，有时候呢也要拿点实际行动，好吧？拿点实际行动。他昨天虽然叫我老姑了，但是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的真诚啊、哦，还不是那么的真诚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他对来直播间3800人了。马上4000人了，来打波杀人，对，打一波杀人，对，你看粉丝们都是不真诚，粉丝们都是不真诚，你要气我一下，你都不亲我，还要我主动去亲你。家人们撮合一下行不行啊？你们撮合一下我们两个行不行啊？因为我们两个都低，有点不好意思，知道吧？有点害羞，有点不好意思。我希望大家撮合一下，感谢我们开心快乐送来的帽件，谢谢。对，我希望大家撮合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，家人们？回家亲啊，回家亲那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都看不到，就是绕气给你们看。就是要漆给你们看，知道吧？那回家漆的话，那家人们都看不到，有什么意思嘛？对不对？对，来咱们打波杀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。直播间打到4000人的时候，咱们漆一个，好吧？来，4000，等一下再漆，还没有到4000个。哈哈哈哈哈！棉花糖捏过去。回家亲吗？不行啊、哦，那闭上眼睛啊、哦！等一下，你看二妹要闭上眼睛。是这个亲一下要闭上眼睛的，是睁开眼睛的。要闭上眼睛的吧，是吧？睁开眼睛的话，那压力有点大哦。那这样子亲呢？啊，好吧。大家做好截图的准备是吧？但是你们不要露皮哦，也不要截图哦，这样的话我会害羞的。你们不要露皮，也不要截图，因为你们发到网上去了，我会害羞的，知道吧？等一下七一下的时候，你们要露皮发到快抖音上去的话，会上热门的，但是我会害羞的，到时候很多人知道了，我会害羞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就悄悄咪咪的，只给直播间3900人看，马上4000人了，只给直播间4000人看，不给外人看，好不好？我们不发出去，你们也不要露皮，也不要截图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让二妹亲我一下。那你亲我吗？你要闭上眼睛亲啊，闭上眼睛亲。对，咱们不要露皮，也不要截图，你们发到抖音上去了，到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了。不好的，来，亲吗？我已经闭上眼睛了，快马上4000人了。你不是要亲我吗？我闭着眼睛了呀。你亲我呀？你亲我的，刚刚说的是。到底谁亲谁啊？刚说的是你亲我呀。你亲我呀？你亲。十个剪刀布，好不好？来来，那踢粉丝们的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我亲他，是他亲我。如果让我亲他的话，就扣个一；让他亲我的话，扣个二。我想看到的是他对我的真诚，知道吧？好不好？你看，都是扣一的嘞。不是你亲我吗？一不是。二是你亲我，一是我亲你，知道吧？对啊，一是你亲我呀。对啊，那二多呀，你看。一多呀。二多啊。一多。到底我亲他是他亲我，家人们？我觉得我的话，什么时候都可以亲嘛，主要是。女孩子亲我的话要真诚一点，是不是？来直播间4000多人，马上5000人了。你都还没亲过我呢，我就亲你。啊？你们俩要不互亲吧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都说我在旁边狗粮都吃饱了，要不你们俩互亲吧？要不这样子吧，他也抓过来，我也抓过来，就是这样子吧。
对对对，这样子吧，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子吧，这样免得他也说让我骑呢，我也说让他骑我，这样免得扯，好吧？你们俩石头剪刀布吧。石头剪刀布吧，来。互亲。什么石头剪刀布？石头剪刀布，三局两胜，来吧。来，石头剪刀布吧，来。好用的剪刀布。我移了一次了。一把嘛，石头剪刀布。两次了，我移了。这把不算，这把不算，这把我没准备好。你看哪有这样耍赖的嘛？我明明移了，他说这把不算。我没准备好，再给我机会嘛。给不给他一次机会，家人们？我已经移了啊，我已经移了，他输了，他输了，他要骑我，那他为什么耍赖了？那再给我一次机会呀、啊，一次机会。你们说给不给他一次机会？说好，说好，给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那就是说我只赢一次是吧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赢了一次了，你再赢一次就行了。你再赢一次，再赢一次他就亲你了。再赢一次杀局两胜吗？是再赢一次什么？你来嘛，你来嘛，你只赢一次。我来什么呀？我要说谎呀！你再赢一下，来半天没来。你再赢一把，你就赢了呀。那我输了呢？我输一把了呢？你输一把，然后我们俩就再一人赢一把嘛。就是刚才我赢了两把嘛。但是只算一把嘛，对吧？可以可以，来吧，家人们干吧啊！等一下啊，我想一下啊，来，准备好了，来三二一，对啊，开始啊，三二一。我们是喊石头剪刀布的。什么？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哈哈哈！我移了啊！这个烟碎留不住你了。这个来，家人们，我移了啊！我移了，我，你看我上了他一把，我都移了嘛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的话，烟碎留不住他了，对不对？刚才他让我让他一把，我都已经让他一把了，我已经移了三把了，他三把都说，你说这个说不过去了吧？这个，对吧？其实真的有点不忘我，这个有点不忘我，再换一个。我没耍赖哈，耍赖了，耍赖了，这样耍赖我就不跟你玩了啊！你先亲一下，你说怎么搞都怎么搞，我可以再陪你玩一把。过来一点嘛。过来一点要出来啊，你不出来，来，不用七字了，七字了就行了。来，你手不要盖着，那手盖着家人们都看不到。来十秒钟嘛，你要等十秒钟嘛，我都还没数完的嘛。来直播间4600人，马上5000人，咱们打一波上人，分享一下粉丝群，千万不要录屏，千万不要截图，好吧？准备好了没有？老板都不敢发声说话。要带着。刚刚那边是那个。带着诚意啊、哦，带着诚意，不是说走个过程啊、哦，不是说走个过程，要带着诚意，知道吧？带着诚意好不好，二妹？我希望你带着诚意。我的眼睛要睁开还是闭着？闭着啊！闭着，你要闭着的，你闭着嘛。我闭着眼睛啊。闭着眼睛不就没感觉了吗？闭着眼睛就是要闭着眼睛，慢慢一点。那你要慢一点，不要太快了。慢一点。就是稍微慢动作那种，这样慢慢的这样子。不要这样，这样子哦。对，那你快点。他一下子太快了，不行了，家人们，要慢慢的，就要懂得浪漫，对不对嘛？懂得浪漫，对，懂得浪漫啊、哦，不能太快了，对。那你我数5秒钟，你就亲我一下，因为你刚才玩游戏输了，直播间5400人，马上6000人都看着呢。哇！然后家人们不要露皮，不要截图啊、哦。不要露皮，不要截图，因为这个。快点，一会儿我又不想去了、快点，人家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我数5秒钟就开始去啊、哦！来，5、4、3、2，小妮，你不要吃瓜啊、哦！你不要吃瓜。我狗粮已经吃饱了，快点二了。一啊，我闭着眼睛吧。我要闭着眼睛吗？闭着吧。你来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干嘛、啊？这来，你这样子感觉好像让我亲你嘴一样。你不管，亲了没有，家人们？亲了。来，快点。不是你，到底亲不亲啊？家人们，他亲了没有？亲了没有？我没有，我闭上眼睛，我没有看到。亲了没有？他气了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感觉到啊、哦，没有。你看粉丝们都说没有，粉丝们因为这个是开着直播的，粉丝们可以证明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就给我看好了啊、哦！如果他气了就，就就就。
就原谅他了，他没有骑就不原谅他。直播间5600人，马上6000人都看着呢。来，我闭着眼睛来。来，准备好了，大家。不是你手不要。那你睁开眼睛干嘛？你手不要打着嘛，那手打着了，你这那骑不骑到都粉丝们都看不到。我脸都红完了。没事嘛，来，那一家三口了，那还这干啥嘛？这是，来。转过来一点，这样。没有骑到我呢，哇，没骑到啊！慢动作来，慢动作。哇哦，没有吗？哇哦，来啊，二妹，大家准备好啊！到底骑了没有？骑了。太快了，他们都说太快了，不行。粉丝们说了算，你们说可以，我就放过他啊。你们说可以了，我就放过他。如果说家人们都说不可以，我就弃规则啊。游戏规则，石头剪刀布他输了，知道吧？石头剪刀布他输了。直播间5700人，马上6000人了。我是家有家规，怪有怪法，格有格法。啊，也是因为他石头剪刀布输了，所以呢。这个游戏规则对吧？我没有强迫你吧？强迫了？是你自愿的吧？不是啊，你强迫我的。他说是我强迫他的，这个那这个就麻烦了。就是你强迫我的，是的。啊？是你强迫我的。我强迫你的吗？嗯。不是石头剪刀布，是不是他叫我来的？家人们，他现在说我强迫他的。没，就是你强迫我的、啊。这样子就不高兴了我。好像不成，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，一下子变。